你看一下，今天好像 TS 输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输的？有没有董哥锐评一下？谁最大估？还是大家都没有打好？还是对面打得太好了？OK，上单下路好像说的多一点啊。虽然他就没有关注过英雄联盟，但是哥们理解还是可以的。比赛的版本跟我以前打比赛的版本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哦，班萨拉斯，这两个英雄还是那么火。怎么还有个 Fun Plus 的？我看到了，AK Lab Fun Plus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妹妹，哦，喜欢是哎 Fun Plus 的小天。安德莱文、卢锡安，这版不是卢锡安跟娜美削弱的版本吗？还是能用？剑魔啊，红毛啊，还可以啊，不难看吧？至少女警都 ban 了，女警阿克斯，先选大叔，先选大叔是这，哦，大叔好像加强了，对面拿坦克拿巨魔 counter，不。那咱们，那我得整理一下。现在 T0 是哪几个？卢锡安、女警、拉克斯、女卢锡安、女警、猫咪、大树，还有那个什么剑魔，差不多这些。沙皇现在有那么猛吗？哦，卡莉赛优先级现在没那么高了。呜，哈，不，怎么还是这两个哥们儿呢？沙皇。打维克托，所以每个版本世界赛不可能看不就不可能看不到的英雄，不，我说错了，不可能不看的英雄，维克托、发条、瑞兹、沙皇，那好像这版本瑞兹用的人不少，还用的人不多。哦，好，埃及粉，OK。这个 LPL 的粉丝，这我喜欢啊！小炮没有了，轮子吗？哦，那还行啊。哦，他们为了拿这些，就把皇子给 ban 了。不，那这右边阵容等出率太低了呀，没有硬控啊，就反属能力太差了。这右边阵容也没有开团，泰坦好一点吧。不是，现在傻不能用吗？不是有段时间不很火吗？这时候把傻打也不行，一般。那如果这把 top 下路没有打出优势，基本输了呀。现在大叔都能去打野跟上路啊，就这样的话，那不如什么奥恩这些吧？奥恩打不过大叔吗？右边多个奥恩这种可能会好很多。然后也别出什么纳尔了，直接出下路其中一个，拿个费卢斯什么这些都行吧。打卡利斯塔是还不错的，要么就是把瑞纳他给拿了。不会吧，奥恩的有人不会吗？那么简单啊？维瓦尔得这样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不是贾克斯、纳尔、剑魔，也都还行吗？哎呀，卡刷的一句话。但那这把有那么错吗？看一下，我等会慢慢看一下，先这把打完再说。我觉得 BP 可以稍微做好一点，感觉容错率太低了。本来弱的优先，弱的弱点在于对线没那么强，然后但是有了个卡利斯塔，看起来还不错。OK，先这把打完。他直接闪现躲掉了这个圣塔登场啊！那春笔，你怎么办呢？直接一个一技能打出了康普的闪现。现在没有人想要去管春笔，就想要留这个康普。康普现是在拉提克吗？交过了，自己滑一下，滑到了草丛里，但是又被这个恶灵箭雨减速了一下。往这里走的话，感觉走不掉了。闪现直直一的，要留这个精华，康普走哦。了，人头这边是被 Jacky 给拿到，而且是交出了闪现，稍微躲了一下技能，小天有一点点危险，自己回到了队友的身边。这波又是打掉了 Marlon 的闪。这波小天直接锁住，16分钟杰克一次闪现补枪，
真的假的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能哥们时差没有调好啊，感觉还是可以多来，状态不好啊。虽然不是说吗，不是说这个英雄不好，但是打左边阵容，维鲁斯根本就火不了。讲道理，你杜先期自己小心点就算了，你打团就，我不知道怎么火，有人说 ，OK， 拜拜，威尔。就很多上路就这个时候会出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知道我们打野在往上刷，但他其实没有把被马野怪刷好，而且这个眼呢，很容易骗到自己啊。这个眼并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就很多上路都一个毛病，就没办法，就困住。但是维沃的他好像可以反向跑，抛出是放在河道草，而且这个小娜有一点点危险。那看来茂凯打那还行啊，不能 A 他。如果那儿打的没那么老的话，可能很容易被这个大叔扛死。看他帮他们推线，帮他推线。哎，你小心漏 W。哦，进化解掉的是一个点燃，但是闪现的时候，哦、马可闪现能不能撞？这波啊，我不是在把他洗，就是这波是去 A 他是可以，但是提前就首先这个瑞尼必须要站前面，要么就是瑞尼先一开手，一起手，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往前 A 这个卡利斯塔，但如果瑞尼在后面的情况下，他就不能这样走了。虽然说这个确实不该死啊，但这个英雄确实选的不太好。他们一出弱，就龙锤太低了，就弱这个英雄很就是把这个 TS 的英雄所有的美国团战都 counter 一下。这波刷费都是补装备的，维沃的又是有闪现，交闪现直接被踢开，这一上来够了，死了。好。出现在了奇怪的位置，中路想要动沙皇，留下一群。懂了，斩到了大叔奥恩，这很简单啊，这有个问题，还行吧，估计。应该不是说不会玩，就是只是战术上面 ，TS 没有大叔的选择跟大叔跟奥恩的选择吧。但是旁边有个立场阻隔了滔搏的人。柱子顶一下奥德万内，可能要交闪现，他选择回头开吧，他跑了一下，好送，是一个纳尔，奥德万内自己可能是走不掉了，他交出了自己的闪现，但是学了 OK， 这一个惩戒之剑的穿刺之剑，剑皮打向了别人头。这马克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点子，他直接站在这个草里，马克能不能把他收出来？哦，知道了，直接动手，慢慢出，慢慢出。有 TPA 想保、想接，直接推一下把春兵给推走了，这一个大脚解围，直接把他给解了出去。但是现在反而不用推啊，小天阿闪啊，点了出去，但是现在反而是小天有一点点危险，小天还没有阵亡，这波终于是阵亡了。但是这一脚回旋踢把奈特给沙皇死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阵亡，维沃的杰克也正在赶，维沃的现在变大了，但是没有那么赶上了，不好打了。这位就是这个阵容就没有办法处理弱的原因。他只是打一下血，然后把他的大招给打出来，你够了。因为都有技能的，刚好大龙刷新了。这个时间点想打大龙吗？但是，而且威沃的刚好变小了。威沃的下去发现不妙，先给个视野看一下。对，先上来。一个E技能，立场，交闪现，自己被打出了一个盾弓，血量下的有点低。Jacky 有没有机会再碰一下？又一个E技能，看一下惩戒之剑。慢点。没有惩下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正面好像有军是可以接的。闪现下来，先杀。哎呀，好像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，没有伤害呀。这波出问题了呀，滔搏。哇，这波大龙掉了，再死三个人。这波很伤。其实一开。哎，这就是阵容的区别，阵容差距。威尔斯打这种团根本就打不了。威尔斯平 A 跟大叔 W 的距离应该是一模一样。但讲道理，泰森硬实力比他们强啊。不是说我是 LPL 的选手的问题，就是这样看就是，哎。虽然输了，但是这把就世界赛开始之前大家应该都这么想，但
欧洲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，所以好好，你不要就慢慢调回来啊。OK， 这我不看了。阵容就属于他们输给第二叉的那一局，我听说这个更夸张耶。